人送快递，机器人送包裹上门，快捷又方便。以色列申卡尔工程设计系学院的学生科比西卡构思出一种新型的 Transreal 机器人，能准时将包裹送到家门口，不论大小。这机器人具有自动平衡系统、电子终极通讯能力，能用机器手臂搬运货物，靠单排轮电动平衡车行驶。它甚至可以替代货柜卡车，缓解交通拥堵，还可全天候自主完成服务，在生活者方便的时间及时出现家门口。若电池电量低时，它还知道如何返回安全地点。